近日，大型神话古装电视剧《土地公土地婆》正在横店影视基地热拍。这部汇聚了谭耀文、米雪、穆婷婷、廖碧儿等实力派明星的剧集，自开拍后就备受大家的关注。10月21日，剧组在横店的城隍庙举行了盛大的行发布会，而一众主演也顶着烈日与媒体分享了拍摄时的幕后故事。相比以往神话剧中白胡子拄着拐杖的小老头，该剧则在角色上进行了很大的颠覆。谭耀文版的土地公如今俨然是一个高帅富，在戏里他与穆婷婷扮演的土地婆更是时常打情骂俏，和时下的年轻人绝对有的一拼。舒服啊、哦、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你呀，平时对我都那么凶，为什么今天是不是出去打麻将输了钱，然后不敢告诉我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嗯、我只是想，好久没有跟你。哎呦！不如给点诚意啊！诚意，什么诚意？诚意，你叫诚意。OK， 走了，洞房了。啊，去洞房。如此活泼可爱的谭耀文，相信在他之前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很难看到。对于这次土地公的大挑战，谭耀文也坦言自己最傻最可爱的一面都会呈现给大家。因为之前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喜剧都是比较少的演出，就算是都是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角色，它是一个电视剧时间这么长，一放放几十集，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。这一期好不一样的就是大家最傻最可爱的一面都会看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场老戏骨米雪的出现绝对让大家眼前一亮，纤细的身形搭配青春的扮相，实在很难与米雪的实际年龄57岁联系到一起。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米雪在 TVB 新剧《大太监》中成功扮演了慈禧太后，虽然剧还未播，不过传言米雪得事后的呼声却水涨船高。对于今年首次采用的公投形式，米雪坦言很新鲜，并对自己得奖很有信心。这个比较新鲜啊，我觉得也比较公平一点，比较好玩一点。头一年吧，我们用一个平常心去看看出来的那个效果是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看好谁呢？我呀，看我自己的。也可以这么说。